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特别的想念大家，尤其是今天站在这样的场馆里面，这个场馆里面，心情好像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十一月的五号、六号。就是时隔将近三年的一个个人演唱会，非常的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我自己之前都无法去想象脑补那天的我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真的因为见面的不易，所以会格外的期待，格外的珍惜跟大家的每次相见。然后让我们有这样的非常近距离的机会来见面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，我相信现场的朋友应该会唱，至少听过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在这个演唱会即将到来之前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 live 的一种魅力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。再不疯狂，我们就来了。什么叫爱情？再不疯狂，我们就。
就怕没有回忆和纪念啊，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？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，没有回忆怎么纪念呢？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？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，再不疯狂送给所有的朋友。接下来还有一首歌